关叫做先声夺人，考验的就是各位的反应能力。每一轮得先给自己取好名字，然后呢报数，谁重样了马上喊出对方的名字。后喊出的人要么真心话要么大冒险，如果之前全部都没有撞上的，最后一个人接受真心话和大冒险的惩罚。第一轮每个人要给自己取的呢是一位新生代艺人。从小东开始，你打算第一轮叫？我叫我弟弟吧，丁程鑫。潘叔叫什么呀？古力娜扎。孙亚轩。那我这样吧，我找个熟悉的名字，刘昊然吧。刘昊然啊，对对。花花，花花不能叫自己啊，不能叫自己。我中生代了。何俊麟，何俊麟，我歌迷。那我说我们队的吧，马嘉祺，我叫马嘉祺。那我就叫鹿晗吧。你叫什么？你看多不好记，我刚叫完宝哥就忘了。我叫鹿晗。那我叫郭晓彤。我比鹿晗差哪儿了啊？我哎呀，来第一轮，三二一开始。爷，那个刘昊然。你起了一个太容易记的名字，一轮那就输了呗。这样先来个真心话吧，腾哥问一个真心话。第一个问题问个简单点的，百亿票房男演员里面，你觉得谁的演技不如你？我要提四个人吧，黄渤、徐峥、吴京、沈腾。那你咋这谁？吴京谁？你这是个好孩子，你现在学坏了。什么黄渤啊？不是刚才四个人当中有你吗？说的那个真心哦。继续啊，继续啊，三二一开始。一二。哎，那个三四四五五五五五啊啊啊！这个这个这个你看马上哥过了头过了头真心话大冒险选一个啊。大冒险嘛，我给你出个大冒险的题，教教我徒弟和他的小伙伴们你的经典台词。损色，你瞅你那损色。好，来来来来，你集体学习啊，看谁最快学会啊。好，动作表情你看，看看看看看，重新注意啊。 Lady Go。你瞅你那损色，色色。来吧，快了，准备好。时代少年团，宝哥台词课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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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瞅你那损色儿，你瞅你那损色儿，你瞅你那损色儿。损色儿，损色儿，还有儿化。好，这堂授课成功啊！也可以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可以了。哪个地方孩子，你都非常优秀了。接下来我们换个题目啊，给自己取一个歌手名。那我就叫华晨宇，可以吗？潘叔叫什么呀？马敏。贾玲。还会有别的答案吗？难道他不会选我妹夫吧？谁呀？搂的我。行，刘德华装的可勉强了。给贾玲打打气来。小度小度，播放刘德华的电影。好的。小度小度，播放第一个。宝强叫什么？迪克牛仔吧。
斯琴格日乐，这个 boy 心机越来越重。腾格尔，航天奇，谁？航天奇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。啊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好，张学友。准备好啊！来，三、二，哎，等会儿，咱们一。五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都是六，就剩七和八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二已经说完了，二已经说完了，七，七，七，不二说完了吗？真的说完了？你被他给坑了，花花。哎呀，他就任凭我们摆布，是不是？怎么办？大冒险还真心话？大冒险吧。接下来我们给花花看一个宝强在《唐探》当中演绎的一个片段，花花现场模仿表演。好。唱那么高呢？老高了。哇，这挺难的，这段表演挺难的。挺难的。花花，真心话吧。来了啊！花花演绎《唐探》三。出这样题了，我觉得有点难不住他了。他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花花了。继续吧，准备好，开始。一，三个人。张学友，张学友，张学友，张学友。你俩还得决个胜负。张学友，张学友。哎呀，你知道我内心那个我们请贾玲作为代表对宝哥问出真心话。说出演艺圈比你更黑的三个女人。哈哈哈哈哈必须真实存在，头大了你。宝儿，你认识几个？到现在我也没遇到一个比我黑的呀。稍黑，稍黑就行。伟伟，确实走小麦色肤色的。还俩呢？杰克俊逸，杰克俊逸，杰克俊逸。最后一个，我都想不出来了。你认为他黑也行。哎，什么陈？什么陈？小陈黑吗？他黑，他就做综艺时候把脸弄得挺白的。就是我卸了妆的肤色跟宝哥其实差不多。真的，我不信给你卸条腿，你比比。他把腿露进来，不比我这白多少。我就敢直指沈梦辰，来吧！宝贝的腿等着你。我跟你说，沈梦辰不来，但海涛肯定来啊！海涛就别来了。继续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一，二。
保田车每次都是。有谁想问问明姐真心话的？你问。啊？您觉得跟之前的郭达老师？哎呦，马大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和面？您快别和了。现在的潘长江老师，哎呀，这个画面让我陶醉。跟谁合作更默契呢？这个坏人，哎，这个坏人。不难吧？人家都给三四个选项，我这个就给您俩。我不愿意让郭达受到伤害，但是我更不愿意潘哥受到伤害。那就先选郭达吧。啊，主要责任在腾哥。腾哥必须给潘叔一个拥抱。叔，你咋还哭了呢？我鹿晗对不起你。我鹿晗对不起你。我沈腾，我问不出来这样的问题啊。最后一轮啊，接下来换身份，每个人说出自己的一个外号。宝哥，你的外号是？他的外号是大傻个。阿里克谢孟维奇比斯科夫财富司机出租车司机大货司机。太长了，不要宝哥，你再把你的外号重复一遍就行。一个字不能错，再重复一遍。阿里克谢孟维奇比斯科夫是司机，中间差好几个。柴科夫司机，大货司机。六个字以内。小二黑。嗨，腾哥，腾哥儿。鹿晗。咕哩咕哩。嗯，啥呀？重说，你重说。女儿。这都已经跟第一遍不一样了。能蒙的再嘴一点吗？你把那嘴都快系上了。哎，这和你前几季取的那个名字叫什么 Nerve Creature 有什么区别？我的这个叫 Nerve Creature， 妈水鬼准 Nerve Creature， Nerve Creature。姊妹名都是姊妹名。他叫小二黑，你叫小二白，完了好记。哎，不是玩的就是不好记。那行，我今天啊，我欠我名姐的，我起个小二白。嗯，行吧。嗯，牛姐小二红。那我小二花。小二赖。小二蛋。小二蛋。宝强，你的外号是小二进。啊，小二胖，太好。小二小，小二童，小二系列了哈，这轮啊，三二一，开始！耶！小二花，小二花。宝哥输，小二童啊，啊，晚了，晚了，你咋不明天说呢？这样，这轮攒到最后一起惩罚。好 okay, 好，来继续，请听哈，三二。啥呀，小二蛋？准备起来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一二，三，小二黑，小二黑。小二什么？小二黑。错了，刚才说小二呸。不可能，我在你这么黑人面前不可能说小二呸。我听你说小二呸。小二呸。两分。两分，宝哥两分。不玩了。那哪有输？回来。小哪有输这么多的呀？都出冒汗了。最后一次啊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一二三四。六，我也没说五啊！我以为他要说五呢，可是我说五我就跟你撞上了，你咋不说五呢？你给自己笑的汗出去了！你没说
这么说我啊你啊？我对不起你哥。我鹿晗多往前想一步都不行，是不是？站起来都不说话，你是。腾哥算一分啊，划一道啊。鹿晗一分 ，OK。啥分？挨个惩罚。首先，宝哥，真心话。现场喜剧人里，谁是你认为最不好笑的那一个？成哥，这不好笑。气死我！我非常生气，哥，确实是宝哥以前跟我说过。OK， 行 ，OK， 行。好，接下来，时代少年团教腾哥。跳女团舞，哇，这个太好了！请教最难、最复杂、最妖娆的那一段。哇，我不协调。那我们下去吧，我们从正面看。对，做个人吧。你想跳什么？无价之姐吧。无价之姐，我要无价之姐。好，来了啊！来了。这个看似非常简单，尤其这种简单的，它那个都是里边的小劲儿啊、哦。那个每一个三五年呢，真学不上来。哎呦，没有，不行，动两下，好不了。哎呦，我真的何必呢？让我晚节不保。来吧，来，先摆个 pose 吧，之类的。疼吗？疼。小鹿你怎么了？小鹿，我要给小彤跳支舞。时代腾团成团首秀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哎，腾团成团首秀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太吓人了！你跳了一个特别错的动作，人本身是直接撩起来以后这样的，你直接撩起来以后拍屁股，你完了！哎呀，冥冥中都是鹿晗在指引我呀！这轮的最终比试，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